50几岁男性司机，到冬天牛皮癣好易翻发，点样预防同埋处理？是啊，其实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干燥一啲，亦都唔系好足够阳光啊。咁所以银屑病嘅患者一般喺呢啲天气之下个病情都会比较反复一啲。咁所以喺呢啲情况之下患者可能用多啲润肤膏，咁会比较令到皮肤油润一啲啦。亦都最好根据翻医生嘅指示，适当咁用翻佢哋嘅药膏。但是如果那個病情到即使是这样都真的不是很受控的话，可能我们需要考虑一些叫全身性的药物，包括口服的药或者一些针剂都不定的。以前很少经痛，最近又月经都痛，又流多了经血和有血块，是不是有妇科病呢？你的想法是很正确的。假如突然之间月经过量也都有经痛的情况，你有机会患上常见的妇科病，例如是子宫肌瘤和腺肌症。咁醫生會透過超聲波進行診斷，假如情況嚴重嘅話咧，可能需要做手術嘅。即使超聲波正常，假如你月經過量，月經嘅時間長過8日，或者經期之間有出血嘅情況咧，醫生都需要安排宮腔鏡去睇下子宮內膜嘅情況，睇下有冇息肉啦，或者內膜嘅病變。除了手術之外，醫生都會安排抽血的測試，例如看看有沒有因為月經過量而導致貧血的情況。個別的病人也都要抽血看看甲狀腺功能的水平。至於藥物方面，醫生會開止痛藥、止血藥、荷爾蒙藥去減低你的病徵。阿仔踢球傷到腳眼，打了很久石膏，醫生說他好了，但他現在跑起上來都說痛，是不是未醫好的，還是心理作用？咁傷咗腳眼打石膏都係常見嘅，小朋友嚟計，因為有時腳眼裂骨咧，咁如果唔係褪位嘅話咧，就會有一個叫做保守治療，就係打石膏。咁通常嚟講咧，就視乎個年紀決定個石膏打幾耐嘅，係啦。咁打石膏之後咧，咁通常都有個復康嘅過程嘅，係啦，因為即係骨折啦，佢會自己慢慢生翻。咁但係因為打石膏之後咧，嗰啲肌肉啊冇用得耐啊，或者關節固定得耐咧，都會有啲緊啊，同埋有啲肌肉唔平衡嘅，係啦。咁要做翻啲復康嘅過程嘅。咁如果仲有唔舒服咧，就要視乎有幾耐啦。即係如果一般嚟計咧，正常生骨可能6个星期，一般再多6个星期就我哋叫做一个慢慢的復康的时间，就大概3-4个月度咧，应该就可以开始重头正常的生活噶啦。如果你话过咗1年之后都仲系觉得有不舒服的话，就可能有其他问题啦，例如会不会真系可能影响到个觉啊，又或者真系啲肌肉平衡得真系唔好咧，可能真系要睇睇医生究竟找出个病因系点啦。欢迎翻嚟健康关注组，我哋今日关注嘅话题咧就系中毒二哥食生菜，日常饮食要提防。继续咧，欢迎我哋两位嘉宾啦，分别就有急症室专科及临床毒理专家刘启基医生同埋严建明医生嘅。系，我哋要继续讲翻你最中意讲嘅就系食嘅话题，系，同埋你都要小心啲嘅，即系同老婆约会嘅时候，因为之前有一单新闻啦，咁咧就系话咧有一男一女啦，去到食呢个牛肝菌，点知佢中毒啊！但牛肝菌你有冇食啊？之前牛肝菌都有嘅，通常都係啲炒雜菌嗰啲咁樣嘅。或者係西餐嘅時候，其實係會成日都聽到嘅。係，我相信好多人都有食過。但係點解佢哋食嗰啲會中毒嘅呢？咁就牛肝菌咧喺我哋本地度咧就係冇得種嘅，係大部分咧係譬如歐洲啊或者係四川啊雲南嗰啲地方咧，嗰啲菇農咧就野生採摘嘅，係啦，因為咧就牛肝菌咧係沿住啲野生樹木一齊寄生喺度嘅，共存嘅嚇。咁但如果嗰啲菇農咧採摘啲有毒嘅撈埋一齊嘅話咧，就有機會咧包裝之後賣俾食客，咁食客咧咁啊分唔到有毒定冇毒。咁就會產生咗個牛肝菌嘅中毒咯。咁你話唔係全部種類都有毒噶嘛？即有毒嗰啲係有啲咩嘅毒素咧？食咗又會點樣樣啊？譬如係有一種就叫做黑粉包啦、黃粉末牛肝菌嗰啲咧，嗰啲就有兩種嘅毒素嘅形態嘅，一種咧就係會係嘔吐啦、肚痛啊，好似腸胃炎咁啊，腸道刺激咁咯。另一種咧就譬如頭先講黑粉包嗰啲咧，甚至乎咧可以出現一種幻覺添嘅嚇。譬如有一個叫做小人國症或者叫小人國嘅幻覺，個患者咧係會覺得周邊嘅地方好細嚇，自己好大咁啊，嗰個立體空間感覺錯亂咗。咁如果你話發覺一個膠袋不明來歷，同
埋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嘅形態嘅牛肝菌啦，或者有少少啲粉末嘅，即係可能就係牽涉原來係有毒嘅，譬如之前講黃粉末啊、黑粉包嗰啲咧，咁嗰啲咧可能有粉末嘅殘渣，或者係你發覺好碎嘅菌碎喺度咧，都小心啲，嗰啲就可能係牽涉咗啲有毒嘅牛肝菌嘅品種。如果我真係牛肝菌中毒啦，咁可以點醫嘅？頭先講大部分我遇到咧係主要都係屙嘔吐痛啲腸道型刺激嗰啲咯，大部分頭一兩天咧，好似腸胃炎咁樣處理啦，譬如防止佢脫水啦，即係植物注射啲輸液啊，即係俗稱叫釣鹽水啦，止嘔啊、止吐痛啊咁咯。咁就但係有啲部分頭先講，如果你話出現啲幻覺嗰啲，就可能需要用一啲精神科或者鎮靜藥物咧去處理佢嗰個精神錯亂嘅狀態嘅。咁即係一般人都好少就咁摘個蘑菇就咬啦，即係通常都煮㗎。即係話啲蘑菇嗰啲毒素咧，其實就煮都殺唔死㗎，煮唔走佢㗎啦。就其實如果喺我哋醫學界咧，暫時喺文獻上咧就冇特別話已經發現到某邊幾種嘅毒素嘅，但係就頭先講話有毒嗰啲就有呢兩種嘅腸道型或者係一啲嘅小人國幻覺嗰啲症狀啦。咁但係咧，如果我所知咧就佢哋有，如果你係煮得夠熟透，譬如係15分鐘至30分鐘以上啦，甚至乎你話內地朋友有啲話就煲到60分鐘以上咧煮夠咧係可以將個毒性減咧，但係都係食得多係有機會中毒。我有聽過咧話點樣去分嗰啲菇即係你啲菌類啦，係咪有毒咧？就係如果係顏色越鮮豔嗰啲，佢就一定係有毒噶啦，係咪咧？係啦，因為佢要吸引。你有經驗咁喎，所以你冇毒咯。呢個就唔同意啦，係啊，呢個就佢話係啊，係啊，我哋唔同意嘅，係啊。譬如你話香港野生採摘嗰啲咧，鵝膏菌啊，或者各類型咧，綠節菌啊、大環病菌嗰啲咧，全部都係見到其實白白的色噶咋。你香港如果本地採摘咧，就呢個就唔係牛肝菌啦。咁大部分差唔多90%到咧都係有毒噶。係你如果喺香港採摘咧，野生行山採摘嗰啲咧，其實少於1%係食得嘅啫。哦，咁我問下葉醫生啦，萬一即係唔小心即係食咗啲菌啦，咁得到肝衰竭啦，咁嗰個即係治療係點樣樣嘅咧？其實治療嗰方面咧就都非常即係複雜嘅。如果我哋講緊一啲好嚴重嘅個案啦，中毒諮詢中心咧喺2005年至2015年咧做咗一個研究，即係發現睇翻香港過往10年裏邊鵝膏菌嘅中毒咧，其實發現咧有67個個案。而喺啲67個個案裏邊咧，其實有幾個個案咧，大概有7個個案咧，係一啲好嚴重嘅個案嚟。好嚴重嘅意思係？好嚴重咧，去到有啲個案咧係一啲肝嘅衰竭，甚至乎要做一啲肝臟移植嘅情況。係啊，咁我哋都有病人係真係喺呢個67個病人裏邊咧，其實有1個病人咧係過身嘅。係啊，但其實有冇一個黃金嘅時間㗎？其實都可以咁講啦，我哋係要早啲去發現呢一班嘅病人。咁頭先我講到就係喺個文獻裏邊咧，我哋發現咧啲病人如果頭嗰6個鐘就已經開始有屙嘔吐痛咧，反而佢哋冇咁大件事嘅。但係因為佢排咗出嚟，其實我哋就見到即係唔知點解，即係啲病人當佢個即係嚟開始佢個唔舒服，可能喺6個鐘頭之後發生嘅病人咧，其實佢哋咧似乎即係容易啲咧會即係可能係醫生要。即係要注意啦！呢啲遲啲先發生事嘅病人咧，其實可能佢哋最後嗰個結果咧係比較大件事啲。咁我哋通常會點咧？就係會當然每個病人都一開始就入深切治療啦。不過我哋要揾到一啲我哋擔心嘅病人，譬如真係佢嚟到嘅時間可能係6至8個鐘之後先開始屙嘔吐痛，或者個病情開始緊要啦。咁我哋就可能要小心啲，可能會睇住個病人，可能會觀察住佢，亦都要即係小心呢啲病人可能有機會佢哋係一啲比較嚴重嘅，即係菇類中毒啦。咁咧中間我哋有啲情況，如果真係嚴重嘅個案咧，我哋會俾一啲多劑量嘅活性炭。咁跟住咧，我哋有啲頭先嗰只毒素叫 amatoxin 啦，中文叫毒散肽啦。咁咧我哋會有啲藥咧去防止我哋再吸入呢啲咁嘅毒素。甚至乎咧，我哋有機會會俾啲靜脈注射一啲高劑量嘅青霉素，係啦。咁咧就仲有咧，我哋會俾一啲即係一啲藥物去嘗試去減低對肝嘅一啲受損。咁去到最後咧，其實我哋如果佢真係肝衰竭咧，我哋都可能要需要去訴諸於一個肝臟嘅移植。而等緊肝臟移植，你唔係話想肝臟移植就即刻有個肝臟俾你㗎嘛？咁等緊肝臟移植嘅過程咧，我哋有啲情況俗稱叫洗肝，去幫個病人頂住呢段時間先咁嘅情況咯。
咁我又補充一下啦。咁喺嗰個菇類裏邊咧，其實有毒嘅菇嘅，我哋叫綜合症咧，大概我哋毒理學裏邊咧辨到14種。咁其中咧，頭先我哋講嗰啲肝衰竭咧，其中一種咯。咁另外，譬如你話腸道刺激啊，或者係一啲叫環紋肌溶解症啊，或者有一叫做膽鹼嘅中毒症啊、幻覺啊，或者某部分咧，咁其中我哋咧香港咧遇最多咧都係腸道刺激。譬如頭先啱有講過綠節菌啊、大環病菌嗰啲咧，咁嗰啲咧就係通常咧係6小時內已經出現病徵嘅，咁啊相對嚟講咧係比較安全啲啦，當好似腸胃炎咁處理。但係咧，如果呢個叫鵝膏菌嗰啲咧，嗰個毒素型咧，我哋咧通常患者係6小時以上先至開始有屙嘔頭痛嘅。咁如果呢啲情況咧，千祈唔好當一般腸胃炎，譬如三門氏菌啊、食物中毒咁處理，直頭要當懷疑鵝膏菌嘅中毒處理。咁開始咧就係要咧，我哋要假設一個鵝膏菌中毒嘅個案，就算未辨認到品種，因為辨認品種咧要揾一啲嘅生物學嘅專家、真菌學專家咧係需時嘅，要2-3日嘅。咁嗰啲通常就係我哋要當係處理咧，要開始要啟動一個叫做頭先講一啲解毒劑啊，要入 ICU 啊，甚至可能要洗血啊，要聯絡定肝移植嘅專家去處理㗎。嗯，聽咗成集咧，我哋好多時咧呢啲毒咧都係食入口嘅，即係病從口入呢句，原來真係成日都要記住啊！咁咧，大家就記得啦。幾中意食嘢都好，唔好乜嘢都擺入口啊！今日就多謝曬兩位醫生啦，多謝曬劉醫生同埋嚴醫生嘅。咁如果各位觀眾啦，你哋都有任何嘅問題咧，想關注嘅話，歡迎你哋上到去咧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咧健康關注組嗰度留言俾我哋嘅，又或者透過 WhatsApp 咧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嘅，53995388。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